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俺们四个人抓野啊？哎，出招吧，换了吧。 打把剑尖，你好，我的弱点好像有点问题，我换一个。Q我，不让他 Q 啊！这近战兵我也不敢 A， 我一 A 小兵就给 A 了。 没法 A， 没想到 ，A 晕锤，闪现不追，等升级，闪现 Q 平 A， 我都没想到他还敢 Q 我要知道他还 Q 我不交闪了，我就直接把他杀了。 小丑反螳螂的野，我来扛一扛，死不了应该。回家吧，不回家了，他就一瓶药。哎呀，算了，回家吧，我们也就一瓶药，拉倒吧。 赵信打小驴人，出招吧？为啥不先出三项？三项伤害低。 先重锤一手，平 A， 走位晕，跳下来锤，重锤，锤，他 Q 没 CD 啊，我们3秒钟以后再跳他，跳下来锤，重锤，锤放减延，他的 Q 没进入 CD， 空波线回家了，回家出一个。 吸血鬼结账，其实寒冰辅助也没有多恶心。我那日女儿，她正好她的 W 距离跟我大招距离差不多，我一大她就死。主要我们家那团战打不过，我没办法上，我上去他们跟不上。你要那螳螂刀锋哥，我们家那是寒冰死100遍。 我那让他看，连看我他都不敢看我一眼，瞅我一眼他就得跑。主要还是看你们家他优不优势，也不优势啥都白搭。 跳上来锤，一开起来重锤，走位锤。 锤，跳上来锤。
腿，我无敌了。打个眼儿，挡一手剑姬，重锤锤 E， 走位跳锤，重锤开大招，重锤平 A， 跑一手他 Q 不着我，快快恐惧！哎呀！不往小丑这边走好了，我本身我没想往小丑这边走，你知道吧，他往这边来了，我就只能往他这边走。这蓝 buff 不我的了吗？不往河上走，我往上走他就夸一个掏就掏着我了。你没学过那个数学吗？你没学过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吗？没想到我又回来了。现在该我了，我控一手线儿，没事，这小丑打蓝我放心。剑姬不要命啊，那小丑有大天，给自己玩崩了，玩吧。我们连 E 都不开，因为我能吸血，往前走一点，我就摁控，控一手兵线。把他们也算上。他人怎么没了呢？吃个药来，锤锤，重锤开一锤，走位，掉眼开大招。这螳螂挺膈应人呢。哎，我跳眼儿，闪现。我可有意义啊，你们俩给我小心点，我可有意义。太慢，升级跳眼儿，来个破败，再来把小短剑。这波兵我没收着，但是我吃到经验了。Shut down.
不开一扛兵线开心吗？怎么的了呢？这波塔狼免费死一波，正好300块钱，不比小兵钱多呀？小兵经验我吃到了，塔狼钱我吃到了，相当于我那波兵线吃到了，明白了吗？并且我们还让螳螂多死一回，这不好吗？看咒！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哦，剑姬吃了塔皮呀，没关系。继续折磨他。关键他不螳螂来了吗？你这种兵线，他螳螂过来了，我又能有什么办法呢？他一个剑姬过来，他又打不过我。我不带去的，兄弟，今天我就必须给这剑姬线给他控住了，一个兵他也别吃。谢谢江纳若，一辈子也别上上路来啊！你就七级，这辈子你也别上来。我不吃塔皮吗？我不吃塔皮了，他也别吃兵。我干啥非得吃塔皮？我不吃了呗。那他特别猥琐，不让杀我控兵线，他也不来，那我就无所谓嘛。我一直控制兵线，他七级，我十级，我压了他三级。我不吃塔皮，他也吃不到塔皮。不打就一直控，一会儿就四级。把他们也算上了。这里头有眼儿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出招吧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这人也不知道哪去了，就消失了。你就永远也别出来，我今天给你控到20分钟。把他们也算上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打蓝去了。免费的蓝 buff， 你这样吧，他经验吃不着，钱他吃不着，完事他还值钱。不要推，不要推。现在该我了。
那螳螂不好杀呀，兄弟。走了。这我得过来了啊，这小丑不一定能干得过这螳螂。可以，这是剑尖儿的眼儿。看住，跳上来 E 重锤，走位锤，重锤接跳，赵信是不是要来了呀？没来呀。打右手，他现在是他是七级，我们十二级，我们差了五级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如果我们再做的绝一点的话，这波兵放在那里，我们不推塔，没有炮车，这波小兵推不掉这个塔，应该。严阵以待。完了，这波小兵把塔推了，我们亏了。还呀，我们小亏一波。把他们也算上。刚才不杀，刚才回家了。怎么的了呢？这剑尖的等级现在，除非他能杀我一回。谢谢扬州大盖伦。对面被 A 死了。你看，就像这把，我这出啥他都能赢。这队友比对面多了能有，我也算不出来几个人头啊，但是是优势。还行，打死两个可以接受。这把出布甲嗨吧，完了我们来个死亡之舞。我是950，继续推上吧。他八级，你十二级，你草被烧没了。打了个寂寞呀。把他们也算上。我继续再上路，队友推中推下都可以。现在来两个人是打不过我们的，他得来三个。他们也算上。来三个可能都不好使。几个人？再
这螳螂挺放肆啊，我一看呢。哎呦啊，他不跳。不在塔下杀，那没办法，那他非得要皮。别，信哥，错了，信哥，我溜了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能不能合个影，小丑，给个面子。严阵。